哎，好，唱一段《糊涂县官儿》。哎，哦，各个茶馆当服务员，好家伙，这扣分得多快呀！就是，我说的是，有一个小伙叫李小波。他没事专爱把鱼摸，说这一天他摸着摸着摸到一个漩涡里，嘿，突然就摸到一个圆家伙。这个东西圆圆的身子，有四条腿，长长的脖子，可就往回缩。您要是问摸的是什么，却原来他摸了一个王八二斤多。这个小波一见心高兴，心里头不住的直琢磨，这个家伙不小啊，我若到街上把它卖，准换的二斤好酒喝。可又一想，不行，嘞我哎，会唱山东快书吗？不会。这么好的口音不唱快书，浪费了啊！还准备什么了？准备了一段说，来说相声逗人乐。祖师爷东方朔，寿元长历史短，称行业并不远。大清朝道光年，张三路是流传，八角鼓唱全堂，十口技演双簧，说学唱带逗哏，相声史第一人。朱少文穷不怕，一张口走天下，激清末移民国，说相声有八德，寿宝文造诣高，带有人领风骚，兴支出撂土地，撒白沙讲字义，为元年先化锅，随口唱太平歌，从平地进茶园，兴大会盛空前，有启明有陈光，同业间传代帮，新中国成立初，老艺人范筹楚，有识者具自信，见小组约改进，去遭火。会唱吗？唱就准备了一段数板。数板还是说呀？不是唱啊。唱别的跑调。要多难听啊！那我唱一段吧。行。小小的纸儿啊，四四方方，东汉蔡伦造纸张，南京用它报仇断案，北京用它报文章，此纸落在、还说不会山东快书啊、还是倒听一点。我看你这从十七岁开始到全国各个茶馆当服务员学相声、对，然后高老师可能还记得我吧？对，你倒过水啊？在哪儿？还是当时2017年，然后我是在我们家那边说相声，拿了个奖，给自己自信心了，然后去三里屯后台，您的学生把我带到后台，您告诉我，那个以后有机会。您那会儿正在三里屯当服务员呢？不是，嗨，他正来我学过是吧？没有，也都是去一些茶馆当服务员呐。如果是对要求不太高的时候，我上台去。哦，那你愿意到德云社来当服务员吗？愿意。嗨，听了半句，就他那段快板就不用当服务员了，直接上台就可以。谢谢你。21了哈。哎，平时在哪个城市呢？目前在杭州。哦，在杭州。对。啊，为什么在那儿啊？因为就是也是一些原因到那边去，别的老师找的，然后到那边做一些事情，然后上台也演出。啊，虽说口音有问题，但是可以摆一摆。对，李和彪你们都要了啊？对，行了，要你了。谢谢您。挺喜庆的啊。对，来了，这很难得。让人见喜，小任务。下面这位是来自辽宁省辽阳市的，他是一位评书演员，他叫孙立祥。好，对吧？几位老师好，我叫孙立祥，我来自黑龙江省，我今年28岁。28了哈。对，他刚才说你说书的呀。对，说书的，说了有几年了，先生。好，准备的什么呀？说一段《九义十八侠》马清风的开脸儿。还行。好嘞，说这哭面罗汉带着缺德老道跟这假马清风，来到了这悬空寺找宋玉宋光明，跟他说了：“宋光明啊，你说这马清风是假的，你拿个真的出来给我看看呢。”宋玉这边一斜，
那马清风是我师父，我能不认识啊？你那个是假的啊！你看这儿，说着手一指，只见有一人头上戴随风倒马尾捻透梁巾，上有三层薄绒球，营顶门高拉三张，瓷桂叶半扎多长，颤巍巍压住在顶门。左鬓边佩戴一颗素绒球，唤名叫做英雄胆。我没说话，您的人不动胆不动，人一动奔巴打脸，嘟嘟乱颤，十分好看。上身着青缎子紧身小袄，十三太保的白纽扣蹦蹦瞪紧，白绒绳在胸前勾成十字盼，堆裂蝴蝶纹，白色的绑带扎腰，蝴蝶纹配在两旁，绸子穗向下催洒在小腹。下身穿青缎子兜裆棉裤，青缎子白底儿快靴，腰配白绒绳，一个白宝囊，白宝囊内有头鹿石、赶鹿石、飞黄石、替生换死、人皮字、把仨面子、松香字，还有这小钩字、小挠字、溜门撬锁的小起字，百链锁挂着飞抓，身背后背一把明池宇宙，晃动乾坤，乾坤宇宙风。此人正是那玉面昆仑圣手镇九州清平侠逍遥客马清风。行嘞，哎，家里有干这个的吧？家里有干这个的，父辈祖辈都是。说来听听。我的祖父是孙阔英先生。哦，那可是大家啊。不敢。孙阔英先生、袁国成先生，这都当年东北的大家啊。谢谢先生。我刚才一进后台，有一个那个拐杖是你拿来的是吧？对，那个是我父亲说让我交给您的。谢谢，我来的晚，刚看见啊。嗯，谢谢。拿的是你祖父的吗？我祖父的，那个是袁杰武先生当年传给我祖父的。哦，那很珍贵啊。是很珍贵，谢谢。搁在我这儿，这不淹进了吗？袁先生当年说就是要将评书发扬光大。我们家干了这么多年，就是吃不起饭了都快。哎，不能这么说。对啊，这种种原因啊，不是评书的问题。嗯，你现在在哪儿演出啊？在长春的草台喜剧和太有社。哦，在那儿说相声、啊？对对对，说书，光说书，就说书，一天、一个星期三场，啊，星期三场，收入怎么样？一场大概500多块钱，一个月4000多。嗯，那还可以啊，能先活着最起码。还算好。嗯，赶上天津演去吗？赶。那哪天天津德云社下午没事你去演两场去看看。谢谢先生啊。行了，留下他吧啊。好，来吧。谢谢先生，谢谢先生。得嘞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哎，好，童哥，我问问你，为什么你这个开气儿就是连着呢？还是新的，还没撕开呢。哦，这个是昨天晚上现做的，有点大惊小怪了。我以为他为了把这肚子往回勒勒呢。啊，不是。啊，谢谢。然后那个回家之后替我问候家里人啊。好，谢谢先生。哎，那个保障我也收到了啊。谢谢先生。谢谢先生。抖音还挺火的，我还老瞧你说那个啊。是吗？谢谢。你净说什么书啊？他不是说书，他就是介绍，给说一说。我在直播间说一些神魔类的评书。哦哦，西游记啊，济公传呐、啊，然后五仙传呐、啊。那老厉害了，那天我得好好学习学习啊。不先生，先生不敢不敢，先生。啊，行嘞，啊，好嘞，下来咱们聊吧。谢谢啊，谢谢先生，恭喜你啊，谢谢。好，谢谢童哥。哎，谢谢你啊。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程继业，他来自于北京房山。杨继业，来，算你赢杯吧。碰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程继业，今年20岁，来自北京市房山区，现在在大兴庞各庄镇读大三。嗯，倒是打房山过去方便啊。嗯，是。行嘞，准备的什么节目啊？我准备的是八扇屏的《莽撞人》。哦，开始吧。好。我说说你听听，在想当初后汉三国年间，有这么一位莽撞人，自桃园三结义以来，大爷姓刘，名备，字玄德，家住大树楼桑；二弟姓关，名羽，字云长，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；三弟姓张，名飞，字以德，家住涿州范阳郡。后续四弟姓赵，名云，字子龙，家住真定府常山县，破战破胜，后封为常胜将军。直接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，那赵云单枪匹马闯入曹营，砍倒大都两杆，夺槊三条，马落陷坑。
堪堪费。行了，嗯，谢谢老师。会唱吗？唱来段党亮行吗，老师？好。悔不该辕门来发笑，悔不该玉泽把香啊烧，关公犯罪刘备啊报，豪杰犯罪怎能够饶。行嘞，谢老师。做过房地产的经纪人是吧？我现在正大三，学校规定必须实习半年。哦，我说练练我这个随机应变的能力。对，带过马场吗？好家伙，都能联系。还行，他要是在北京更方便一点啊。对对，学个凉活什么的，还行。黄庄离马场也不远，主要是。黄庄我查过，咱那边来堵车着。那错不了，还说这干嘛？先给李云杰做助理。行了，留你要了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净起哄。下面让我们有请一位来自山西的朋友，他叫郝思达。好，开马自达来了。啊，十多个了啊，那情绪要搞起来了啊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郝思达，我今年24岁，来自山西运城。嗯，把眼镜摘了。哎，好啊，今年多大了？今年24岁。24岁了啊。那准备的什么节目啊？我喜欢说书，我给您说一个黄点儿。好。金盔金甲淡黄袍，五谷传承盼甲涛，护心镜放光豪，丝鸾带扎稳牢，鱼踏尾护裆口，战裙又把膝盖罩，红中衣绣团袍，五彩靴足下套，坐下马鸣黄标，踏山梁如平道，日夜五百任逍遥，亚赛云龙入九霄，向上桥黄面帽，天庭宽地阁宝，通贯鼻子颧骨高，剑眉虎目威严好，梁儿有轮四元宝，唯有黑髯挂嘴梢，金装锏挂鞍桥，上阵临敌剪法妙，晃三晃，摇三摇，兵见愁，将见跑，五虎上将命难逃，卑躬带剑逞英豪，若问英雄名何姓，姓秦名琼字叔宝。学过说书吗？没有。就是喜欢。对。说过书没有？我给朋友经常说书，但我说的还有朋友吗？有不多，但是有。哪儿？就是山西人是吧？对，山西人。听着有点大连口音似的哈。对对啊，山西大连离得不远，离着远着呢。哦，是吗？要不今儿能堵车吗？那个会唱吗？唱一个党亮好吧。好家伙，我早知道不弄这段了。嗯，来吧。悔不该辕门来发笑，悔不该玉泽把香啊烧。还是聊聊评书吧。他这个很可爱，他这自我介绍写着啊，说实话我并不热爱相声，就喜欢说书。以前你学过医哈？是啊。中医吗？是。哦，那挺棒的。哎呀，咱们正好咱们单位有病人。也不行也不行，你看他写的这个挺实在，这孩子。我会选择我认为有前途的人去给他当个跟包，或者搞搞创作，或者在后台扫扫地倒倒水什么的。天气炎热，心情烦闷啊，不知所言。嗯，看得出来是一个喜欢传统文化的人啊。现在指什么为生呢？我以前是摄像师，在那个某 TV 吧，这个不方便说了。就是在某 TV 工作，当摄像师，当编导记者。然后是去年6月份知道这个龙子科开科的这个消息，我就工作辞了，然后就一直在等到今天。哟，啊，因为龙子科把工作都辞了，那你说说到底是哪个 TV 吧？就哎，都辞了，你还在乎这个？以 C 开头。哦，那就是东北朝阳卫视。嗨，还折着说呢。三位老师，咱们。过了那么多了，咱们来一待定吧，好不好？行，待定的话最后一块再说是吧？嗯，可以，待会儿咱们再聊啊。思达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好，谢谢你，不用灰心啊，我们老师心软的时间比较短。有请下一位选手张恒，他来自辽宁抚顺，研究地震仪那个来了。四位老师好，我叫张恒，来自辽宁抚顺，然后现在居住在广东珠海，今年25岁。
啊，在怎么住的珠海工作吗？以前家里人在那儿，然后后来家里人搬走了，我住习惯了，就一直在那儿。哦，家里是因为你过去他们搬走的吧？有可能。珠海到这儿堵车吗？不堵机，都在南边，反正是吧？什么时候过来的呀？前天过来的。哦，行，准备的什么节目？先给您说一个贯口莽撞人张飞的开脸来。青罗伞盖撤下，但见张飞抱头还眼，面如刃铁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。海下扎了扎沙，一部黑钢燃，犹如钢针恰似铁线。头戴冰铁盔，二龙斗宝，珠缨飘洒，上嵌八宝，轮罗伞盖，花冠鱼肠，身披锁子大叶连环甲，内衬皂罗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马，万里烟云兽，手使丈八蛇矛，立于桥头之上。谢谢老师。你唱吗？唱一个太平歌词《白蛇传》来。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死了几的清香。那春游，行嘞，行嘞，谢谢老师。你这在珠海已经住惯了，来北京是不方便。方便老师，我们往那边找你去可不行啊。如果进了以后就搬到这边来住。那你搬来，我们还得搬珠海去啊！嗨，要躲着呢，都为躲着。高老师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之前是不是连线连过你啊？对，高峰老师连了两回。我给你卡了吗？都给了啊，那我就表明我态度了。于老师，这可以练，我觉得是吧？可以学，可以啊。对对对，你对于老师没有意见哈？哎，那行，我也没对你没意见。那行，哎，你有也忍着啊，那错不了，要你了。谢谢四位老师。哎，下面这位是来自天津的一位朋友，他是24岁的马崇义，到珠海了，差不多300，直接管。你好，哎，各位老师好，我叫马崇义，今年24岁，来自天津。哦，拿着板呢啊，拿着板呢，唱一个吧，唱一个，弯弯袖子。哎，然后把眼镜摘下来。好嘞好嘞。哎，因为我们看不清楚，这摘了他就看不清楚了。对，但是做演员来说上台还是得摘了。日落西山黑悠悠，姑们俩上场就把这个黑豆收，一场黑豆没打完，黑妈妈坐月子养个黑妞，黑妞妞长到25、26，还没见有个黑小子来把亲球。仇弟这个黑爹吃不下去半碗的黑米饭，仇弟这个黑妈吃不下去半碗的黑面大窝头。黑妞妞上前开言道：黑爹黑妈，不要黑愁，我是一到那南洼挑黑菜，不到黑了我就转回头。他左手拿起个黑料斗，右手还拿着个黑把镰刀头。走过了3里的黑沙地，越过了5里的黑沙沟，黑妞妞黑洼挑黑菜，是碰见一个黑小子放黑牛。他左手拿着个黑鞭杆，右手拿的叫黑龙头。黑妞妞黑，行嘞。高老师点评一下这个板儿。就是词儿还挺瓷实的，就是放不开，也不要紧张啊，就是撒开了眼才好啊。为什么让你摘了眼镜就看不见我们，你就不紧张了啊？就随便按那词儿啊，贴眼镜 啊对，好，忘词儿，摘了之后更不踏实。上台你最大，你就记住了啊，你不要紧张，不要有任何思想包袱啊。其他的呢，说的方面，说的话给您来一个《大保镖》里面的六合枪啊。要说这练枪可有讲究，7尺为枪，齐眉为棍，大枪1丈08寸，是1寸长1寸强1寸小1寸小。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，分内三合外三合，内三合是心气胆，外三合是手脚眼。言语心合，不气与力合，不与招合，有赞为证，是1点眉攒，2字心，3扎七度，4撩音，5扎磕膝，6点脚，7扎肩颈，左右分。扎着为枪，涮着为棒，前把为枪，后把为舵，大杆子站6个字，崩巴呀盖挑扎。行嘞，行嘞，哎，说过相声吗？上学的时候在学校里玩
啊，一般天津孩子都爱说相声。现在干嘛上班呢？啊，在一个教育机构里面工作。在天津的教育机构。对啊，平时学过这快板学过吗？是这样的，那个跟老师学过打快板，但是这哪位老师啊？天津有一个曲校张楠老师，摆过枝吗？啊，摆过枝？没有，没摆过枝啊。哦，那个我能戴眼镜吗？实在看不见你。哎，展示完了多少度啊？可以戴。眼睛多少度？500来度。啊，500来度。您这跟张楠学，我是475。哦，好，那行。跟张楠学的是吗？对，人教我打快板，然后后面这个我都是跟着人上课，然后偷听来的。你在曲校里边竟偷听来了？不是，那时上大学没事儿，我就没事儿上人那儿蹭课去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能混进去。对，文平，你为什么想起来？说这有师承百知干嘛？因为这我们呀，我也闹不清楚这怎么叫徒弟啊，怎么不叫徒弟？他有的这玩意儿，他肯定不是张楠徒弟，我基本都认识。不是说你啊，我就说这摆过枝的是得肯定是得叫徒弟了吧，是吧？那当然，都摆枝还不算还行。这个那没摆过枝的是还是不是徒弟？那叫摆忙的不算。有点摆忙了。他要因为我们这一摆枝啊，他有一个这个，甭管是红布啊，是红纸啊，是明白您的意思啊，他有个海底，但是只有进行这个摆枝的时候才有这东西。要没有摆枝这仪式的，他不能拿出这块布来，是吧，高老师？你还准备其他的？啊，咱这都没关系啊，咱以后再考虑摆。他那意思，咱赶紧摆枝拜您，他是这意思。行了，别听他们的，他们逗你呢啊，还没到那步呢、啊，他们是借着你这个，咱们说点闲话啊。行了，要你了，走了。好嘞，谢谢您。二天津红桥区，我看。红桥区的，红桥区有个卖糖葫芦的，做不了，要起来这样的。行，各位老师再见，再见啊，朋友。给张楠带好去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王天啊，这考生叫，这拿的是什么呀？拿的是黄瓜吗？三弦。这个三弦啊，三弦。这天津还有北京的孩子就有点优势在里边哈。对，离得家近，哎、拿着方便方便。这接下来呢，也是我们一个跟昨天那个孩子，就是果哥一边打。11岁的，但是是一个小女孩，是一个小女孩，但是她多才多艺了啊！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赵艺涵来，有请。13的时候就是，我怎么改变了？给我发个图。小人老师您好，我叫赵艺涵，今年12岁，来自北京海淀，我想报考古曲社。哦，行，好嘞，要了、哎、没看呢，演示着呢。来吧，你会弹弦是吧？啊，会弹弦，给您弹一个探清水河。哦，好嘞，好可爱、啊、可爱的小孩啊、哦、小三弦。哦，光弹不唱啊？行，唱两句我听听。嗯，给您唱一个和芭蕉鼓一起的《春景》。哦，好，谁给你弹呢？啊，是我自己。哦，嗯，连弹带打芭蕉鼓啊？啊，对。那得多麻烦啊！不是。哦，他伴奏是自己录的。先等我摘一下这个指甲。哎，不着急，慢慢的。家长带你来的？啊，是的。河开路流时来，梨花放蕊，
桃杏花开，遍地萌芽在土内埋。就喜欢古曲啊？嗯，是的。在家学过吗？嗯，在家学过一点。谁教你啊？嗯，是中国戏曲学院的老师教我。哦，啊，好厉害的样子啊！啊，行吧，就留下他吧啊。挺好，留下吧，孩子。谢谢老师。嗯。帮他拿一下，别拿。好嘞，好嘞，您请下。特别感谢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啊！下面呢，有请这位选手叫甘凯森，今年17岁，来自浙江省温州市。哦，小甘，这是来自招影响您的。哎，老师们好，我叫甘凯森，今年17岁，来自浙江温州。你是温州人吗？嗯，是。我这才说这普通话我都听得懂啊。嗯，就不容易。对，中国相声界只有一个演员是浙江温州人，就是于浪先生。嗯啊，嗯，没想到温光啊，于浪光先生是温州的。嗯，那个温州那儿喜欢相声的多吗？嗯，不太多啊，就剩你一个了。那于浪没了啊。你准备的什么节目啊？先说一个贯口小孩子来吧。我说说您听听，在想当初大宋朝文彦博幼儿倒有惯学浮求之志，司马温公倒有破瓮救儿之谋，汉孔融4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，13郎5岁朝天，唐刘晏7岁举翰林，一个正字参朋比，汉黄香9岁温席奉亲，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之才，吴周瑜7岁习文9岁习武，13岁官拜水军都督，执掌6郡80。还会什么？唱一个吧。来，唱一个劝善歌白。好。混沌初分，实在难消啊！谁知道地多厚，天有多么样的高？日月穿梭错为人。好嘞，嗓子不错，温州大鼓啊！嗨，现在上学呢，上班呢？已经从学校出来了。啊，在哪个城市呢？还是在温州。从学校出来。暂时还。等一下，你从学校出来了，这个不行。就是因为我在温州读书，然后现在从学校已经是职高，然后现在是实习期，所以说就是外出工作，然后现在就是刚赶上德云社那个龙字科招生，然后我就没去实习，就考试来了。啊，这样的是吧？行，您看呢，于老师？我觉得。行吧，这年龄挺好，还起哈啊，有功夫练就行。嗯，行。哎，何老师，这个我们直播都连过他，连过。我好像见过这孩子。对，他这个原来这一直播就一紧张就是你这写着呢，变成小结巴是吧？现在呢练的还可以，反正比直播那会儿我感觉又有些进步。他在温州，他这个普通话说到这种程度也是让人非常感动的。啊，我们舞台上，我们栾云平他母亲就是温州人，所以说他对你他妈我去，我们对温州还你考不考去？有一定的感情的啊，确实不错。考试直播的时候，咱们不是都连线过吗？给温州人都写在红布上吗？哎，对，不写，我们都给过你卡是吧？以资鼓励啊，确实还留下你了，谢谢你了。他确实是不易哈，当时这个直播的时候，每次。